只要是喜欢谍报游戏的玩家，你都有听过《潜龙谍影》的大名吧？这款呢，在全球都超级热卖游戏，已经有25年历史喽。现在呢，这款游戏将以全新的 3D 技术来开发新时代的《潜龙谍影》游戏哦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作品吧。日本 Konami 公司在日前举办了大规模的活动，纪念经典作品《潜龙谍影》系列登场25周年。这款由知名游戏制作人小岛秀夫一手策划的谍报游戏，以厚重的游戏世界观，如同电影般的制作格局，开启了游戏电影化的滥觞，在全球游戏界有不朽的地位。而为了纪念《潜龙谍影》登场25周年， Konami 除了宣布将会把《潜龙谍影》改编成好莱坞真人电影，以及推出一系列的纪念游戏之外，最重要的是将使用全新的 Fox Engine 引擎开发全新作品《潜龙谍影：原爆点》，并展示了一段利用时机运算的游戏影片。就目前得到的讯息所知，《潜龙谍影：原爆点》会有 PS3 以及 Xbox 360版本，而这段影片目前使用电脑来运算。不过影片中展示了许多全新 3D 特效，营造出非常逼真的光影特效，不止纹理，细腻的人物动态、水面效果等，这应该是目前家用主机无法达到的效果。因此也不难联想，《潜龙谍影：原爆点》也有可能针对新世代主机做开发。而大家想要看看主角史涅克又将会执行怎样的机密任务，或许要等到2013年大家才能知道了。